肯定都有到啊。对啊，我们车行现在已经换人了，人事改动了，不会再像小以心前啊，一你样下午空了。吗？怎么了？有没有，啊。我们搬走。你还在上班吗？还是我们去逛逛？你说先打下班卡吗？好好好好。哦哦，好，我先打一下。没办法，这轮椅是今天好不容易加进来的，不然院长脚受伤，只能一直抱着，又有点没办法。不是金变态啦，我玛莎啊，都鸡啦。到了。好的，小姐，不要爬高了，摔下去，这次可能会更严重了。哎，好了，谢谢啦。怎么会有会飞的斑宣斓传小单？姐，你怎么来的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刚起，刚对不起，开电车过我要来。打宣传单，你有看到宣传单吗？对不起，你有看到吗？有，我刚有，我刚刚看你到，没再问来要题，去哪里？你卡掉了进掉了。去很卡。哎，这，再来去他拿等一我的下，车吧。对不起你是哦。车库是不是？没有不是，啊，我的车在下你面先打啊，我先帮你绑个鞋带，等我一下。后门那边你哦。鞋带松了，你鞋带松了。对啊，我可不可以这边楼梯下去没关系啊？啊，没关系。学长，这是高跟鞋。好，我推你下去，我推你下去。你没对看啊，到我鞋昨天带就让他吗？去换的。可以抱你我没有看到吗？鞋这带边吗？轮椅可他能松不太啦、啊。好推啊。我眼睛业障重啊，我连商店都看不到啊。你那戴墨镜，但看不到，你要眼镜要拿下来啊。我先下班，他要带我去买东西。好的，好的。好。美眉吗？对啊，会拿来做商品。哦，想说你的车怎么不见了？没有啦，哎，怎么轮我椅？锁车吼。轮椅全在这里啊！感觉这附近要绕一下哎，刚刚他躲在那边，死在那边，很嘿嘿嘿，奇怪。我也觉得我不知道他怎么来着。你开车好好啊，了。我开啊，那你要标点哦，我不知道对啊，你要去哪里。好，不要点。哇，哎，你这个车，不是，他也太弹了吧？那个尸体，可能有气囊吧。也太远了吧？10公里，你要讲什么东西？要去十公哎里那么远？呀，好啦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觉得刚刚那个就不合理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们家学弟是不是诬陷他啊？你说用自己的那个吗？权力？对啊，你看连你也是帮忙移车啊，他怎么就他这样子叫警察，还那边说什么怎样的？那可能是他刚买的车吧。虽然说警察抓他不是这个原因，可是他我真的看到他是想要诬陷他哎，你不觉得很过分吗？那你怎么不开车等一下，我看你飙哪里吗？了？不是跟着走就好了吗？我还要先确保你是要带我被绑架之类的啊。没有，白痴，我我带你房去子里看又牛没啦，钱。我带你去看牛啊。好啊。好，不是啊，绑你，我怎么还会让你知道我身份呢？要怕一下。我听说最近好像都是突然叫个人，然后就被绑走啊。对啊，像我们那天听到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啊，就真的假突然的？直接被打了。话说，你说那个依依最近在说什么啊？你今天讲了一半，滔滔都突然来了。哦，就是他突然传简讯说，问我说那个，我了解涛涛多少？我说我们一起上班的时间不多，而且他也常出勤，就是可能有接心理医师的工作啊。然后我说就把我知道跟他讲，讲完之后我就说，不然我介绍一个跟他比较好的给他认识，就你啊。对啊，我说可能就是
他驾车，然后你帮忙修车这样子，去接案子，你还没画，你在，你吹太猛了吧？驾车。对啊，就是他开车，然后你就接单子啊，去修车啊。哦。类似这样。你说那个谁啊？那个套套跟我嘛，是这样。对啊。扭扭到了，这边有扭扭。那哦，他有说他什么时候有空吗？还是我给你电话，给你他的电话。哦，我其实有他的电话哎。哦，是哦。我以为你是有跟他约说我们三个人出去之类的，其实我们昨天有一起搭警车，然后带那个叫小蛙的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猪，怎么会有猪？喂，我第一次看到哎、欸，不要走，我们这是怎么跟多多那？这是山猪啊，它前面比较大，有没有看到？它是一个三角形的，哦、不是长方形的。猪猪，哦、你还蛮会看的。当然啦、啊，那你要把它抓起来吗？抓不起来啦。多多当它。当她的老公之类的，抓不起来啦。而且我那时候试过电击枪，我想说电晕她，然后采集样本，但是没有用，啊、不行。没有用。对，我那时候就开了几枪之后，警察局那边收到什么有人过度使用枪械，然后说如果要试枪的话，对吧、啊？过度那个要试枪的话，先跟警察说。然后那时候就跟阿福道歉了。啊，这边的牛、哦，你太靠近，他们也会怕你啊，有点麻烦。哎、欸，小心，跟这附近有没有厕所？我想上一下厕所。厕所，看一下商店，你等我一下。那个房子里有没有啊？你是不是有人埋伏在房子里面，想要带我过去？没有，白痴！我一好啦，好，我相信你，好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啊，拜托，绑我，拜托，里面的人。帮我，好啦，我带你去商店拿、啊，你忍一下、啊。我要上个厕所啊。下雨天你要在外面不好。啊、不行，再忍一下。好。你再忍一下。忍一下。女生尿在外面真的不好看，一下下就好，一下下就好。好了好了，我忍着，我忍着。哎，好久没开这种车哦。因为习惯医院的车之后，轻轻按一下就会滑过头。没有啊，医院那个车开得太慢了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太慢啦，习惯啦。突然开这种好开的车，好不习惯。啊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快啊，马路借过啊！我尿急了，你还？马路借过啊，有人尿急了，你还迷路啊？有人膀胱快爆啦，马路不要挡路啊！我怎样？我又很可爱，是不是？不要这样哦。不是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到，商店有厕所。我有点怕这个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我要下车了，赶快停一下，你快去，快去。闪出来！你还在那边绕圈圈。哇！麻烦哎、欸。他去服装店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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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的饭还没吃完。我说我用塑胶袋包炒饭来吃。冷了啊，一定冷的啊。可是刚刚一定有人从 KO 台过来，他一提到兔子我亮刀，然后瞬间人数就飙起来，那现在回来超好笑。炒冷饭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女生这样子不好看啊！憋尿的、啊，是不能憋尿啊。可是你下雨尿在哪里？尿在车上吗？啊，刚刚没有下雨，你没放我下来啊！你刚刚就在下雨了，是这样吗？真的啦，哎、欸，这边也好啊。
男生不一样，你们男生拿个保特瓶就能解决的，我这……哎、欸，不一样，我讲真的不一样。啊，不然你就头至转过少，去，我我就跟你下讲，个车，至少保特瓶我塞不进去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啦，好啦，1公升那种也不行，是瓶口太小。不是？哦，好哦。好啦，讲正题那个啊。你要不要去丢嗯，你一点说白动砂手回术把它缩小之类的吗？对，好啦，聊正事啊。好，啊，所以没有，他今天问我就是问，主要是套套啦。他说，我看一下简讯啊，忘删掉了。没关系，你讲个大概吧。哦，就是说，他就说什么每次去停车场啊，就是都有人说什么怎么今天没带小猫啊这种话，啊，我就跟他讲说可能是小猫要修车，但是车技不好，啊，需要那个套套开车这样子，啊，毕竟套套也常常出外执勤，啊，后来我就说怎么了，啊，他就说什么今天套套买车给他，啊，我就跟他讲。买车给他，对，我就跟他讲说，真的假我怎的？么听说套套最近是要存钱买车，怎么会买车给他这样子？我跟他讲说套套最近在存车啊，不过没有想到会先买车给别人啊，对吧、啊？买什么车啊？多少钱？他是刚拿多少钱？我不应该知说套道套给他哎、欸，多少钱？套套是不是对每个女生都是这个样子啊？我以为他只是中央空调哎、欸，他这样子的行为，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说多少钱，还是我删掉了。中央空调，对啊，你知道我坐他的车，他都会说什么？我觉啊，得我叮才咚，是中先央生一空个调人哎、欸，啊。你哦，没没没我没觉得没我有没才有没是有，吧，你知道电风扇啊？你知道电风扇啊？个你知道头吹什么的？啦，电风扇啊？电风扇吹出来是冷的凉的啊？哎、欸，我这叫电暖扇吧。电暖扇，电暖扇，我就说他就是中央空调嘛，那个套套啊，就他对我说什么，他心中有人呐、啊，就是住着我啊，什么问我要不要当他的心上人啊，什么他愿意养我，甚至养你耶，你记得昨天我讲的吗？有啊，我还很生气，挥你一拳吧，虽然那是不小哦，心对的。呀、啊，他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他讲真的，我本来还其实一瞬间有点动心，可是我又不想谈恋爱，我想说过阵子再看看。他根本是对每个女孩子都是这样子吧？他是不是罹难误缺啊？他根本就是随便放心，他想要是不是想要把妹啊，跟他上床啊？他乱是枪都打随鸟，便哪个女的，只要有洞都行，有尿尿的地方就好了吗？有尿尿的地方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那可以借他保特瓶我啊？觉得要。我觉得要问一下依依，要不要问跟他啊，跟依依好好谈谈呢？我是有跟他讲说，把暧昧期放长一点啊，再观察啊。你再哦，传简真讯的，给我也觉得暧昧他啦，期拉长。对啊，你说另外再跟他约是不是？好对啊，啊。对啊，不然一段感情就这样子被糟蹋掉，有点难过啊。我们去监狱好不好？走吧。为什么要可去是我监本狱？来。你到底要干耳嘛？朵多多被关了，我就没有要绑你，我绑你，我还在跟你聊天，你别傻了，我直接绑你，直接哇，举枪就叫你他妈给我上车也了。太近了吧！哎，该不会是刚我没刚有你，停车的事情被关吧？对啊对啊，就停，不是停车的事情，停车的事情，署长根本没有证据，是因为毒品的关系。哦，刚收身吼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人绑的次数一定比你多啦，你不用想那么多了。你绑人的次数比我多，当然没。我被绑的次数比你被哦，绑的次数肯定还多啊！我有经验呐、啊，有真啊，的哎被绑呦，人是要戴面罩的、啊，你小心点。我叫小心啊。多多，多多上车，这两人座，你要他怎么上车？你抱他上来我吧。的四人座，四哎，人座，是吗？对啊，怎么多多上？上车，你看呢、啊？他的头等下会落在我后窗上，哇，看吧，太这屌是了我二吧！十七万的野马，
牛逼啊！我们开回去吧。好啊。你看一下那个回，我是觉得小吴是想去北部啦，我们就绕一圈这样子啊，怎么样？那你要不要驾车？我顺便吃我的晚餐。好吧。我从6点吃到现在。不然多多开好了。他九，多多你要他开现在吗？醒吗？没有啦，现在他你刚，醒的吗？多多，哇，他刚刚我想交尿到一尿。个朋友哎，交到谁？里面有好多朋友，黑人的朋友。谁啊？我是不是改天也要进去玩一下？一个叫小黑，一个叫很黑，他们对我好好，我想住在里面，不想出来。小黑跟很黑，那你家的猪猪怎么办啊？你住里面谁帮你雇猪啊？反正他不听我话，给他饿死啊！哎，你不能这样子。哎，那是责任呐、多多啊，你知啊。不道你对刚刚那个啊。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看到是你帮他移车啊，你怎么，你是被他诬陷是不是？我在上面发呆啊，想说无聊晃晃，那车被偷了，我也没看到啊，然后他说我偷车啊，所以他要他的去车哪不见里？了。可是你偷车的话，怎么人还会在这边啊？对啊，你偷车怎么还会那个？对啊，你看，啊，不是要先去哪里？先帮我导航。他说到好的。处绕绕。晚上好放松我哦，去那不边用好上了。班。不是，是因为现在要啊，我如讲果要事偷情，车，我干们嘛不去能我打着医上院班啊？我是卡。笨蛋吗？对呀，我也是这样跟套套讲啊，结果套套跟我说什么，你知道他吗？是不他是说。没有割到我的蛋蛋不开心啊？想要报复我对啊？啊，我呀，我都刚才失这样跟业了，小他金还刚要针对说，我。你们你看医吧，生小怎么金会这刚，样？小金刚跟我讲的一样，我就说套套没什么意思，一个车，然后他就喝醉酒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又不会做坏事，我做坏事等一下被小猫打。对啊，不然他光喝酒都被我打断腿了。他还想要去偷车，而且他不偷汽车，他偷机车的耶，不同部门呢。对啊，怎么偷？我们是共享计划。好啦，共享计划啦。啊，反正呢，我跟你说，刚刚小心肝跟我说啊，你知道那个依依啊，就是你今天讲那个新来的妹啊，你记得吗？我知道啊，他买狗狗，哎，他买小猫，叫小菊花。哦，真的哦，反正就是小心肝说今天那个依依问他说那个套套啊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，怎么的啊？他小心肝，你再说一次好不好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啊，等下我被翻墙到。你再把刚刚，哦，你小心，好，就你把是，今天。他就是问我说，套套是怎样的人？啊，我说我把我资料告诉他，然后他就说有买他要的车给他，套套有买要的车给依依，这样子。那后来就是我是说跟套套走比较近、比较常接触的是小猫啦，再请小猫跟依依好好说，那就跟他说暧昧期再放长一点啊，不要太快啊。对啊，然后后来我就说，我说可是你知道吗？多多，我不是已经有几天跟你分开吗？然后我有跟他找心理咨询啊，就跟他咨询之后，他也是天天就找我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。他说什么？他心上缺一个人啊，那个人是我啊。然后什么？反正就说什么，如果说要我嫁给他，带着小心肝他一起养，他都可以啊之类的，不你要知道把我吗？当他宠说。物吧！没有啊，我就跟你说了，那个时候他就误会嘛。不是啊，你叫我来加油站要干嘛？我有点怕哎、欸。没是有，不就是绕要绕而坐已，坐什么绕绕。车？要不要修一下车？哦哈。我总觉得这边好眼熟这是我坐修车包的地方。哦。哦。还是你要顺便坐？我等一下领个5包就开回去吧。哦，今天你们的残小光死在路上同一个地方2次，啊？为什么？
他说他在做修车包，有点远，然后就说好，那你等一下就是寄到医院回那个回诊。啊，结果第二次又收哦，到，直接是点名我来救他，又在同一个地方死掉。哦，那你跟我一样吧，应该是跟我一样。我上次也是在那个地方死了2次。啊，你也别想太多了啊。放松心情，出去走一走。哦，我刚刚说的多多，你有在听吗？你刚说什么？他陷害你，你都不生气啊？啊，我就可怜了啊，我能生什么气？我工作没了，他就看我好欺负啊！我在车上，他敢欺负我吗？他都欺负我这种无业游民了。安全带哦。你看你们医生都仗着医生的职权这样欺负人，我有吗？我差说点飞出去，差他啊，他是心理医生啊，然后现在你看，他对小猫这样子，又对医这样子，滥用心理咨询，他是不是心理咨询完换肉体咨询啊？你们医生是都这样啊？我没有那你要啊。不得哎、欸，小心肝！你们医院到底怎么教的啊？什我么知道文你不院？会啊，其他人到底是都是怎么那个的啊？这要问，真的要问院长哎，是吧？院长最近还好吗？院长，我不知道他爬山爬到哪边去了。他今天坐轮椅爬山，哇，跑还山是呐，晚对不点先起，去见依依问一下好了。觉得要啊，不是啊，很多人都是个性呐，也不能说每个人都好啊。可能可是我觉得刚刚多多说的有些话有道理耶，会不会就是心理咨询到后面变成肉体咨询之类的？而且这他是同时对很多女孩子都这样子哎，这前个一天我我还不因为他清，讲那句话说什么要养我跟养你这句话，我心里还是想瞬间有心动了一下。虽然我知道他可能是服，就是虽然我不想交男朋友啦，可是他讲这种话女孩子都会信吧？我虽然是当开玩笑，可是我以为他只对我开玩笑啊。你乖，你乖。什么？你是不是啊？有跟他讲你不想交男朋友你说我吗？啊？哇，你是不是有跟那个套套讲？我说，现在还没有很想啊。那他当然就去找依依了啊，因为你都不要。哎、欸，这时候男生就会说"我等你"之类的啊。你看哇，你小心肝，看他就是玩玩的啊，你看他当然就我跟是你你不讲，要，我当跟然下一你就个。知道我要讲什么啦，就是小心肝。你看连小心肝都懂，小心肝你有谈过恋爱吗？当然有啊。你看嘛，小心肝就懂嘛。那很多都是等那不小到心啊，肝，没机会就换了啊。嘿那是，你觉得套套嘿是怎是，么样的啊？我真的跟他一起上班机会很少哎。那小就心肝你好认像都是识的早套干这样套的，啊，没有。就透过你认识的套套，你觉得他是怎样的人呢、怎样的人哦？啊？只有那个吧，小心肝应该只有他觉得那个套套很吃醋这件事情吧，就每次你一来就叫是，我的时候，对啊，你都去找小心肝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主要他就是那种很生气的那种。就最近好不容那易就他现是，在也不想理小猫了啊，现在有依依，当然就不要小猫了啊。这样至少我们在。同事上比较会有话题聊啦，不会再因为小没猫有叫我。啊，我就问你嘛，他在医院是不是常跟别的女人走来搂来搂去、抱来抱去的？你在医院很常看到吧？也还好欸，男生也会啊。你说啊，他你男会生都抱男会？的哦？会啊，哎他呦，会你抱稍微有啊。一点。他啦，不是我哦，啦。是他哦。没办哦，法，因为小人猫家好摔像断不会。腿啊。
啊，我不是说那种受伤的，是人家好好的跑去抱人家的。哦，还是会有所以啊。他其实很常这样子吧，是不是？你看，那他还是会有，讲但有，到这样你知道了但吗？有时候是因为手机出了问题，可能电到他的神经，害他抱起来的啊，有几次是这样啊。啊，可能他本身就会啦，只是我可能遇到不多啦，刚好都错哦，开我知了。道你意思。对啊，你看你们，你说你刚刚昨天的话，三个人带着一个新警员哦。哦，对啊。对啊，那次就。完全就是他完全不在医院啊，我们就没有交集啊。哎，你就别在意了啦，就出去透透气，旅行一下，休我息没一有在下。意啊，我只在意他欺负我啊，因为我自从不是主任，他就开始欺负我了啊。你去跟警察说吧，这我真的不能帮你解决。跟警察说没有用啊，他是医生，我只是一名渔夫，可跟是他还有讲有人什么权呐、啊，用？还是有人权呐、人权有什么用？他栽赃就好了啊！你看我身上有毒品，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他给我的？啊。哇，有这么棒的哦！谁栽赃你啊？我身上就没有毒品啊！他当我警察说到我有，我又没有去包毒。哎，你不是稍早给我酒的时候说还有一个什么安非他命吗？谁跟你讲维他命啊？骨不然科是什碱么？啊？哦，骨科碱哦，对不起。那个是之前人家就给我的啊。哦，我没有看到，那你就有酒看到了啊。你看，不要喝酒吧。啊，我整天喝酒，我怎么知道人家给我什么？哎，小心，刚可以帮我摸一下吗？那个我的脚扭到啦。好啊，好啊，你现在可以吗？你下班了？帮我给你自己摸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小猫，你这个车要嗯，修一下，你开我单好了。哦，不用啦，不用不用。你身上满的啊，你先自己包一下，哦，对绷吼。带，然后有带的给你。对耶，下班不能用。哎，我真的好少下班哦，谢天谢。啊！我是第一次看到你下班的样子啊！我进车行的时候啊，我第一天上班我就没再下班过了，还不是被 fire 了？上班有什么用？我第一天入住就是认识到养乐多啊，哦，真的呢？为什对么？因为啊，他送医院吗？没有我一进城被丢到偏乡，然后请养乐多来载我，然后还帮我借一台车子去救治。有吗？我有带你吗？你都忘记了，我不带对？啊。你还说要给我钱，我说不用啊，之后再还你车钱啊。哦，你看，上就车算我上对人车。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人欺负，还不是被 fire 了。上车上车。那你就不要对人好就好啦。换我露出来啊，我只对你好啊。哦，我也没对你不好啊。了。对啊，小猫还是对你很那好啊。别人都这样子，我心好累哦。哎呦，他又差点忘去记安全哪带。里？嗯，我去一下公仔，我再跑2趟修车包好了。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受不了哇！了啦！你下来啊！哎、欸。哇我不逃逸，哇！我要把他拖下来打。还哎哎有，哎哎，我下班的哦，我下班的哦。你下来呀、啊！我叫你跑了、好啦，心情有没有看我好一不会点啊？有你好欺负是不是啊？心情好点没？那小心肝，你别介意啊，他压力大啊。
我在我面前超速啊，逆向啊。等一下，你在干嘛？欸、你这个太晃了。我先讲一件事情，我会晕车啊。不要担心啊。小心。挡路啊！我坐后座是会晕车的。小心，赶紧把眼睛闭起来好了。这些怎么那么碍眼呢、啊？撞撞啊！对，我好像也不行了。我对不起，我真的。不要担心，很快就到了啦。人物态度。喝醉，太沮丧了吧？这跟你很碍眼啊，我都听不清啊。等一下，我怕你飞到水下了，那个、啊、那个。等一下，我真的快不行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车也快不行了。你要不要停一下？车要坏了。我有口香糖了，我拧一下啦，好的。啊，好。哇！我要去商店买个口香糖。我、哦、好晕哦，多多，你不要蛇形好不好？我没有蛇形啊，啊，你的方向盘好像有点松了，你等一下要修理、哦。它一直都松松的、啊，你要小心点，小心跟你吐一下吧，怕扛不住。我不行了。然后什么姿势比较像晕车的、啊？哎呦，真是我这个设定第一次拿来用哎、欸，不然之前都没有什么机会用到。小新哥，你还好吗？猫、啊，那怎么这样？你啊，刚刚不要开车蛇行啦。我没有蛇行啊，那人家挡在我面前啊。等一下，怎么路是歪的？你还好吗？我不行了。为什么我好像也喝醉的感觉？欸、我还要再上车一次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坐副驾驶吗？对不起。啊、哦，好好，对不起，我跟你换。后座真的受不了。不要，我要小猫坐副驾，你去后座。啊，你要开直的啊。我开直的，你开那么去后座。我最近都一直觉得很想吐哎、欸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你就是你都，你是不是害人家想吐啊，多多？啊，我怎么害他想吐？你要去踩吗？还是要去哪里啊？在修车厂。他说他会乖乖开啊！哦、等一下，不要这样转。小心，你是你是反转哦。好啦，我等一下慢慢转啦。你是不是没有喝酒啊？你是不是没有喝酒？不是，小心不喝酒的啦，他不喝酒。那你要不要喝一下？我容易晕车啊。我有葡萄酒，刚组长给我的。我身上还有15瓶呢、啊，14瓶你给我的、啊。组长给你的。对啊。你跟组长熬哦。我心情不好啊，组长就跟我说来的啊，啤酒。对啊，那米豆子。然后葡萄酒，他说让我进去喝。组长怎么可以给你酒？我刚刚不是说不能给你酒吗？那他给我了，我又没有喝，我喝了你就打我、啊。对啊，你要把它丢掉。你把它塞给小心肝、啊。我身上满了啦。你满了？什么酒？再想一次。葡萄酒。我本来没有的，就是今天小姐推销，有一罐4000块，然后想说好啦，赶快买了打发走。好好，你丢给我。
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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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下来。狗狗，你还好吗？狗狗，我看到狗狗心情好一点了。你说你买一瓶4000块哦？对啊。然后你买15瓶，这样就没有买一瓶。啊，你买一瓶，所以身上才会只能塞14个啊。那你那一瓶给我喝好了啦，我有点口渴。不行啦，不能，口渴不能喝酒啦。对啊。小猫，组长还给我龙舌兰呢，我可不可以喝？不行，给我。哟，开车不要开那样子啊，小心肝都吐在地板上了。啊，我还有15瓶威士忌耶。都给我啊。可是你有威士忌，我给不了。看一下。你又有多少啊？把氧气罩拿下来。可以啊。我说的是威士忌耶。你怎么丢啤酒？我可不可以喝这一瓶？小心肝，偷偷帮我捡起来，我想喝。我。你上车。上车。怎么又有了？哎、欸，不要剪，不要剪！我没剪啊！我要戴面具。现在小心肝吐了，不行啊！等一下，我要被海外星人抓走了，等我一下。也被抓走了哦，好啊。车坏了，一直叫哎、欸。他不是30了吗？哎、欸，我靠！哇塞，这个路人就这样走了。你怎么把我的车开走？等一下，外星人把车开走哎、欸。但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车，改变姿势啊！沮丧，太娘了，不行，都不行，这个嘞，这个才像嘛，可恶！还用这个？跟市民拿一台车好了。哪边有市民啊？啊，你的车怎么办？不知道啊。赶快报警啊！先报警吧。报警有用吗？先报警啊！说外星人把你车抢走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吗？为什么这个女生没穿衣服？还是在吊车拖车厂啊？就是那个领车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外星人直接偷车的、欸。我也是。哎、欸，小心肝，我问你一件事情哦、喔，就是我最近有一点，就是有点反胃啊，就喜欢吃酸的吗？有点久没来，你会看这个东西吗？还是你是不是？压力有点大、啊，对啊，你压力大，熬夜不睡觉，经期不是都会比较晚来吗？哦、因为其实有点久没来了，我有点在想，要不要看一下，
妇产科吗？哦，你看这个吗？我不看这个，我不会看哎、欸。这要不要去学一下？就我只跟你讲啊，你别告诉别人啊。就真的哦，哎、欸，车被外星人拖走了啦。那你的外星人把我车开走了？你的复制人，我一下车马上把车开走，啊、你知道多夸张吗？那怎么办？在想要报警还怎样啊？外星人警察不做底啦，外星人那个没办法。哇，那我们要去调查。对啊，要去做调查，我们去弄一台车来吧。这个人怎么有点？什么？嗯？怎么了？我刚在地板上捡到四瓶啤酒，可不可以喝？不可以啦，丢地板。我想喝，可不可以偷让我喝一口？哎、欸，我那个修车厂有公务车吗？四个人坐的那种。机人车、欸、，Hello。跑掉了。欸、这个人怎么？哎、欸，他在原地跑、啊。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哎、欸，你好。变态。刹车吗？对，还是杀鸡？是。那個、我马杀鸡啊。怎么了？拖吊厂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小心看，还没上车，小心看。哦、这怎么感觉很醉啊？他吸了什么还是喝了什么？没有啊，他是晕车啊，晕车啊！可以麻烦你载我们去吗？谢谢你。拖吊厂这样1100可以吗？你们三个应该还好吧？可以，马上我付给你，等一下下车我付给你。我等一下开给你。哦，演晕车我最会了，拜托。你是宿命哦。对啊，我昨天才刚移民过来了。哦，啊，你叫马沙基？对，我叫马沙基。哦，你是计程车的新来的员工是不是？对，唯一一个新来的员工了。啊，你们计程车行昨天发生大事情，我听到你的名字，叫说要传唤你什么的。嗯，传唤我不是啊，那不是我的事情啊，那个我只是刚好看到有人被。他是唯一目击证人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哎、啊，小新哥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就跟，我就跟，你不要吐我身上啊！我就跟我们学长一起过去，就听到，小新哥，你这个你吃晕车药、啊，你要吐比我严重啊！我吐在我的氧气罩里面，我又吞下去了。我靠，有点扛不住啊！好了，到了。谢谢你啊！我那个，我给，我有钱。开灯给我，来了。垃圾桶。我们离远一点。垃圾桶。好。哎、欸，小心跟去右边那边吐，那边去那里。哪里？开了。这里啊。有收到吗？这是垃圾桶吗？我缴了。你去看一下水沟吧，水沟应该有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，马杀鸡。哎、欸，你真的还好吗？你哎哎哎，你还行吗？我要回医院躺一下。要回医院躺一下，还是你上车啊？那个你躺后座啊，那个嗯。哎、欸，这车怎么回来了？啊，他在吊车厂啊。没关系，我回医院躺。妈，我可不可以偷喝一口就好？不可以。你可以喝我面具里面的。对，你可以喝他面具里的。我不要，那算了，那要去哪里？来，我先去医院躺 啊，你们再去包吧。我晚点好了再跟你们说。再去医院，好。你要去躺哦，那我就让你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撞到猫啊？我猫没有吧？我刚好都看到东西喷出去啊。啊，好吧。你要去躺，那我让你躺的彻底一点啊。不要。不准！没有啦，这个直线的啦，不要担心啦。不是啊，你直线怎么也会弯来弯去啊？不妙啊！好，感谢。哎、欸，怎么出那么多事情？里面又怎么了？
走啊，神经干不是要进去吗？等一下，啊、我关心一下，请问怎么了？哦、好像这，你是喝醉了吗？没有，我晕车。不是，他是晕车，他是晕车。哦，晕车。对不起，请问怎么了？你看那边就知道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人？哪里？你拿的是不是我的望远镜啊？对啊，我看一下，我待会还你。好、啊，我忘记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怎么在那里啊？他们绕过去另外一边了，那边你们看那个那边跳下也不行。而且他是小丑哎、欸，我好像知道怎么弄了。对啊，他是小丑。阿福去拿防弹衣过来的，等一下过去交给他。好，我。你要换个地方吗？哎、欸，那个车都记得锁。哎、欸，我们去看好了，我们晚点再谈。我们去看戏。你是不是来坑我的？他没事啊。他没事啊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跟着胖哥哥来，我跟他防弹衣都摔坏了。西德西德。靠！好，那你们过得来吗？有啊有啊，我有啊，我过。觉得会出事哎、欸，可能会摔下来。先回地那个间店。哎、欸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只是出去晕个车回来，怎么变这样？你说店里最好的香槟王啊？那你们大概一天你们业绩要做多少啊？我们要做15000啊，可是我今天都没有做，而且我还被骗钱，我被骗了3万块，就遇到神经病客人啊，我真的快疯掉了哎、欸！骗你3万块太扯了吧？你们这个钱他怎么骗的？你跟我说。我要学。他就。